在就有哪几个商业机会呢？跟大家交流，第一个叫内容付费的时代到来，对吧？那这些孩子们都爱听，就上这些课程，比如说创业什么都有。这个就这个平台已经到了多少？它的上面的人数达到了几千。因为这个老师最苦的时候，你不讲课没有钱，对吧？这个对吧？我们大家1%的就是到1300万生活水平啊！我说跟你讲啊，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人他怎么讲呢？孩子们在这玩好不好？他说怎么玩呢？你看，我说首先把原来是农业设备榨油了，榨油榨着榨着榨榨点油，一搞这品牌代表了这个品类，对吧？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我说只要美国不用台湾作为筹码的发动战争。我先告诉你，不会在全国市场的，全中国一起来做，不要。在座的老七，硅谷老七是我们硅谷的。营销理论比他名字更响亮，他是众多成功企业的幕后导师，他用20年构建了中国营销的理论体系，他领导的赞博管理咨询集团服务过上千个品牌，成为中国营销咨询领域的标杆，他用实践告诉我们，没有哪一个品牌强大到无法被挑战，没有哪一个企业弱小到无法去竞争。他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营销专家，路长全。